手漂亮，右手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到我身边，我又来了。爽口凉菜椒麻鸡，夏日必备真好吃。色泽鲜亮又好看，厚积脸皮要个赞。开干！准妹子母鸡的男朋友，最好选用土鸡哈。今天开案了，没埋头。先洗一番菜，去除一下浮毛。哎，感觉身体已经被掏空了。老板娘掏的哈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放入310多个花椒，猪毛没得动手，翻炒要炒脆，让你看下跳舞。炒到微黄，起锅备用。放点盐巴增加底味，干海椒，葱片、姜段、花椒，先烧开，切点小葱，倒炒好的猪毛花椒一起碾碎。趁山上没得人，我记了点青花椒，我还是喊了的哈。又没得人的，结果没得人宰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有这个青花椒味道更浓郁哈，没得的也可以不放，腌得越细越好。准备大蒜、青红小米呢，剁碎，小米呢切圈圈，放入香油、花椒油、盐巴少许、鸡精，来点生抽，加入鸡汤。烤一烤，再飞一半出来，加入红油，这就是两个味道了。再烤一烤，这两个口味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下方留言。放三个黄子蛇上色，没得的可以不放啊。鸡尾下锅，三进三出，先烫个皮皮，更紧实啊，不容易烂。小火保持不要开，20分钟。筷子轻松戳透，没得血水出来的就证明输了。这样子焖出来的鸡嫩而不柴，汁水又多，迅速放入冷水投凉，一冷一热吃起才劲道。有条件的可以用冰水，如果用自来水，那标签就不要找我。鸡丸放凉盖刀，留一个手枪腿。浇上料子，这一半是红油，一份非常清爽的椒麻鸡送给大家。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亲友，要得开干。现在我红油的嘛，啊，这个鸡儿很嫩哈。刚才我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啊，非常的嫩啊。哦，还有点麻嘎哦。我的青花椒在边，味道又不同。这个是鲜鲜麻，鲜麻哈，鲜椒的麻哈。那个新鲜味道的。嗯，好多我偷的青花椒。现在市场的生花椒不好买哈。那人有个球。急可急。里面没红油的，又是个味道，你看。牛排才两个味道，哪个的味道好点嘛？啊，你看嘛，人家红油好的好吃两个。喂，哦，干起来两个，滚开！不能给我俩干起来了。当时吃你整不了两个。啊，如果煮久了，火大了，就容易老哈，而且我皮子容易破。再看你嘛，就看到香料。我是不是白看你？椒麻鸡，你是白看你嘛？叫白看你，好没得，好没得水平的啊！来哦，整个枪腿儿。哎呦，你弄弄大。哎呦，这个网是有点饿啊。网是有点。怎么？滑倒啊？嫩，老了你熬不动，这种嫩就可以。没样子熬就没好吃。哦，也死里头了。手撕鸡啊，叫扣撕鸡，扣撕鸡，扣撕鸡，扣撕鸡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，要喜欢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发明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